I want to make clear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lead in the region and not create a vacuum that is filled by China and/or Russia. 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，更不存在所谓的真空。当前中东局势很不太平，疫情反复延宕，拖累地区发展，乌克兰危机持续外溢，冲击地区安全。中东人民最渴望的是发展，最需要的是安全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始终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，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，为维护中东和平，促进中东发展。 推动中东热点公正合理解决，做出了不懈努力，发挥了应有作用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，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